我们可能是否焦点？上面两之前，法共杀去反抗战行动，本强兵中妨害公务系数，就宣判又处以五个批过。高等法院教训宣判，目前年代的判决还在庭验。上场的民众谈到非常的不满，去加入法院面前做行动卡，批评政府用司法打压民众抗战的权利。还有县政府全力监督新政府修改社会有行法制度，限制民众社会自由的法条。表情动扬说，杭州高等法院看上庭之后，来表态强烈不满，反法共杀起杀前案的五个被告，二审高等法院判劳松书剥夺权益，以此一审外观五十年的研判，以致使民众强调经营的情形明明是警方侵财滥用之嫌，民众却对某妨碍公务的行为，控诉政府用司法来打压民众表态意见的自由。我们台湾的司法体系花了三年的时间，最后还是没有能够保障人民的这个集会游行抗争的自由，还是站在国家机器的那一边。我们民众还是经常做好动作，用自拍的老早都从比赛用的东西蹦到烂烂，从正式非游行法评审基金无枪枪的。你强调人龙人来监禁游进入禁号用是非游行法也得罪名来看抗争民众情形，因为台湾的自由民主本游行禁止期同妨碍公务也得法条卡多细细。如果妨碍公务这个后门，如果妨碍公务这个新的镇压工具你不把它阻断的话，那集游法根本这个修法只是空壳而已，根本只是一个幌子而已。韩国的法共杀起强制杀出争议当中，被监狱的一审判刑判三名年徒刑的上亿民众王宗明，公然就用不缴罚金去操弄的方式同司法判决来表达不满。也五个被告讲，也还望接听签名完成为主，不过强调还没继续发起行动来监督新政府的做法，来保障民众是否有行权利。还是新闻请转前奏，台报头。